到啊，刚刚到这个石家庄火车站，感觉还挺快的。看看现在几点了，现在不到八点了，确实是不到四十分钟啊，确实不到四十分钟。看一下过去推拉门。这样，现在呢，先去取一下票。哎，我估计可能还要在火车站里边等一阵儿。我每次出来都会把时间留得很足啊。这次我觉得是应该刚刚好，但没想到还有富裕。还行，现在坐火车直接刷身份证就行了。我刚才还想去取票，排了半天队，后来发现那个取票那儿写着，购电子票的乘客可以直接凭证件进站，然后我就刷身份证进了，挺方便的。哇，你说这要是取票还要排很长时间。然后我一会儿是在15B 的站台，然后那趟车是从邯郸开到秦皇岛。看一下它的车速，邯郸开到秦皇岛，还有那个机器人小石，我上次见了，还跟他聊两句，现在找不着了。那个机器人去哪了？我以前跟很多人来过这个火车站，但是好像没有跟我爸爸来过。他倒是来送过我，但也只是到外边，我忘了都有哪几次了。但是我确实是记得他送我的时候，在那个检票口，就是那个南进站口的检票口跟我道别。我进去之后，他还在玻璃窗外面跟我挥手。大部分都是我坐火车去北京，然后再从北京坐飞机去新加坡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火车站我也挺经常来的。现在才刚8:12，还是早了不少呢。